您呢一定想不到，普通的羊肉做成了个招牌菜，绝对是 PK 羊肉串的下酒菜。制作还非常简单，重点一，羊肉要选羊腿肉，切丁后加入孜然、泡椒末和配料表中的调料，搅拌均匀。重点二，这肉加水慢慢打至肉充分吸收，放鸡蛋和淀粉搅拌至表面发黏，裹上芝麻，封上一勺油，腌制15分钟。七分热的油放羊肉，中火慢慢的炸熟捞出，炒香洋葱丝，放香菜和炸好的羊肉，迅速翻炒出锅。这香嫩的羊肉绝对 KO 羊肉串，来一大口羊肉，再配上一杯啤酒，嘿，绝了。您呢一定想不到，一个普通的杏鲍菇做成了个招牌菜，并且还是桌桌必点，制作还非常简单。这杏鲍菇切2公分的片儿，先斜刀切，然后直刀切1/3深的十字花刀，既入味儿它又漂亮。这锅放油，小火把这杏鲍菇啊慢慢煎至两面金黄捞出，另起锅放油，把蒜籽炒至金黄，放入泡椒慢慢的炒香了，加一勺高汤或者是水，烹生抽和配料表中的调料，放杏鲍菇，分2次淋入湿淀粉，收汁出锅。煎香的杏鲍菇口感滑嫩弹牙，再加上这酸甜微辣的泡椒汁，嘿，想想啊就馋人呐，绝了。